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咱今仔日要坐阵来看的是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五节。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五节，这段的经文里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也是种祝福。伊要甲咱讲起第八节，通保守公平的路。保护圣道的路，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定着通往真理和活命的路。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五节，这也要给我们说起一条路。这个路通讲是一个方向，也通讲是一个方法。若是根据这段经文里底所予咱，这个方法是啥物？这个方法就是爱用敬畏耶和华来正做咱超出这个活命的道路，超出这个活命的道路。在这个世间，咱有真多的知识的学习，有真多无同款的领域，咱的学习，总是啥物才会通引带咱有一个通往真理甲活命的道路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特别伫第八节咧讲起，通保守公平的路。公平也可以说是一个正直，也是说公义。咱在面对在现代的世界，民主自由是咱在世界普世真要紧的价值，总是咱敢有将这个公平公正的价值来加挖出来。这是咱伫这个世间，咱的处境内底所面对的。伫咱台湾，伫这几年来，咱的社会开始会回应过去历史中咱所行过去错误的代志。咱希望会通有转型的正义。咱也看到。在世界的中间，无论哪一个国家，因的进步也是回应要行一条公义的道路。无论对伫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因的国家通过改革、通过转型的正义，哦，国家正做一个正常的国家。咱的台湾，咱嘛有缘会行这条的道路。咱的社会里底敢有行伫正义的大地？一条公义的道路，一条正义的道路，这是上帝所喜爱。所以伫第二章第八节会甲咱讲起，咱都爱通保守这个公平的道路。因为这个公平的道路，才会通真多保守咱正信道的这个道路。人生的中间，一目年久就过，咱会通留予后一世代的人什么款的祝福？一个真要紧的祝福，就是予公平公正的社会来充满。因为这款的道路是主所喜爱，那亲像行色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信息的时阵，一讲起，恁就爱悔改。悔改就是爱将你有的来分乎无的，你有两领外衫的人，就分一领外衫乎人。这款的悔改其实是一种生命。的分享，
愿上帝话真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帮衬，让咱的社会充满公义，让咱的社会也充满人民的分享。因为这款的道路是主在世间伊所留予咱一个真要紧的记号，咱当心来祈祷。阮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阮感谢你，当阮的社会憔悴方向的时，当阮的人生憔悴堕落的时，你已经甲阮讲，你就是堕落真理活命。愿你来帮助阮，只是阮的社会，只是阮的人生的堕落，予阮会通照着主你所指示的，通往一个美好、和谐、公义的世界。祝阮伫世间恳求主你的圣神时刻帮助阮，予阮照着主你的方法甲教示来行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